全体都有，休息5分钟。哎呦，腿麻了！哎呦，快点，慢点，慢点，小心！小夏，让我看看。哎，痛！这个伤口。阿卓，这又是泥，又是汗的，得赶紧处理一下，否则会发炎，会感染的。哎，不行，衣服脱不下来了。别动。看我这个训练服，多拉风啊！像不像犀利姐？你傻呀！这里是军区一号台。你好，我找一下叶寸心，我是寸心的妈妈。哦，阿姨呀，那个叶寸心他不在。是这样的，叶寸心已经有2个星期没给家里来电话，也没有来一封信。我们全家都特别着急。如果说他不愿意接电话的话，转告他一下，让他给家里来个电话呀。阿姨，不是我不帮您，我也找不到叶寸心。哎，他不是在你们部队吗？怎么可能找不着呢？阿姨，那个叶寸心他已经不在我们花无联了。啊？那他去哪儿了？阿姨，不好意思，对不起，我真的什么都不能说。阿姨，我这还忙，那我就先挂了，不好意思啊。
喂，老方，是我。老同学，我这次还真是有事儿麻烦您了。您看，我女儿不是在你们军区当兵吗？哎，你怎么来了？老实交代，是不是在家男朋友？没有。
这地儿选的挺安静的，在这儿干什么呢？喝酒啊？你知不知道野战部队是禁酒的？知道。知道为什么还要喝？ 就想喝两口。你知不知道自己是违反条令条例的？我知道，可是我发愁。小小年纪发什么愁啊？谁说的？小小年纪就不能发愁了？ 不错呀，啊，嗯，好酒啊，我们家乡自己酿的，雷神要是喜欢。 会有忧愁，但借酒浇愁是最愚蠢的办法。等你第二天醒过来的时候，你会更愁。行了，消失吧。 是。雷神，我。 吃得苦中苦，方为人上人。我们什么时候成为人上人呀？今天又不知道有什么苦等着我们吃呢。哎呀，我们的命怎么这么惨啊？姐妹们，今天休息。嗯，你以为你是雷神啊？不可以吗？ 今天的训练科目是全体到了，放轻松，尽量休息。 七百年的时候啊，老狐狸没事儿，还会进山看。还愣着干什么？解散呐！解散！终于休息啊！怎么办？
不散了呢？搞什么搞？他问你啊，学会怜香惜玉了啊？偷袭成功，我们就需要这号人物。叶顺心想休息，哼，那就让我们陪你们好好玩玩。走。姐妹儿，不白去哦。哎，队长，我们能不能外出啊？我老想吃烧鸡了。吃烧鸡？哎，你们真的以为雷神会让我们歇一天吗？我怎么觉得这不像是雷神的做派呢？那也说不一定呢，云雀。老虎也有带佛珠的时候嘛。拉倒。这里都有，换短裤 T 恤，雨伞集合，快！啊，完了！我说什么了？该忙活了。都会踢足球吗？足球运动是一项军人真正的运动。他讲究团队的意识、个人的能力以及顽强的拼搏，当然还要加那么一点点运气，完全是一种综合意识的体现，明白吗？明白。没吃饭，明白吗？明白。相信规矩你们都应该知道。准备，是。来吧，都戴上。戴着防毒面具踢足球？对啊，而且要带着他踢完全场。那你们呢？教官让你们干什么，你们就干什么。哪来的这么多废话？说再多也没用。带什么？动起来！
哎呀，还有十分钟，拔光头呀，在所难免了。真让我失望。雷神啊，他们没有参加训练过，拿光头我早想到了。我现在根本就不是担心他们拿不拿光头，你看看他们现在这样啊，没有任何一点团队意识，各自为战，完全是一盘散沙。我最担心的是他们上去了之后会白白送命。完了，打到哟，那带球是谁啊？打到好好起来，13号。哟，看不出来哈，有一点意思啊。真不错，居然进了一球！啊，雷神啊，配合的真不错，这次啊。你说要早这么踢的话，啊，这配合多完美啊，也不至于踢得这么难看。时间到了。结束了。啊！金沙子。呀！刚好一点，这隔阂又来了。他怎么这样侮辱我们？太冷静了。他们提前吹哨，为什么呀？他以为我还能赢。对啊，走！抓紧时间，快！集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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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点！丢不丢人？人家戴着防毒面具，呼吸困难，视野受阻，居然让人家进了两个球，丢不丢人？啊，有什么好笑的？有什么好得意的？10-2，好。我想问问你们谁先进的第一个球？报告，是我。你一定特别得意吧？觉得我会表扬你。58分钟你才进了第一个球。58分钟之前你在干什么？你在想什么？你不是挺爱说话的？说说看，你当时在干什么？还有你们，你们当时都在想什么，干什么？
没有任何的团队精神，没有任何的拼搏精神。在战场上，我相信你们绝对不会互相依靠。你们以为自己是谁？啊？蓝包？超人？在战场上死得最快的就是你们，因为你们完全不知道你们唯一的依靠是什么。目光短浅，自私。我真不知道你们来这儿干什么，一群废物。老狐狸，啊，每个人给他们扣10分，一会儿让他们戴上防毒面具，5公里越野，记住，一定要让他们满意，要不然累的就是你。是。同队，全体都有了，戴上防毒面具，换上迷彩衣，拿上武器，5公里越野，出发。有点意思。哼，看来你对他们很满意。亡羊补牢，为未晚也。最起码他们现在知道了团队的重要性。这么简单，他们就团结了？你真当我是神呢？有矛盾就要解决。这个矛盾发生在他们自己身上，他们很聪明，应该会自己解决。好，我明白了。我说你们几个休息够了吗？休息够了，就叫下一队来，还有3场球。我倒要看看你们是怎么丢人。哎，没钱。哎，强者，抓紧时间，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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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老王，还有多长时间？大概还有2个小时左右。存心啊存心，你可真是不让我省心。啊，孩子们，这段时间呀，大家真是太辛苦了。从今天中午开始，一队一张桌子，咱们呀共进午餐。好吧，祝大家呀有个好胃口啊！呵呵呵，开动！哎，就这么点菜啊，还不给我塞牙缝了呢！哎，你属狼的，全队这么多人呢？就是属狼的，弱肉强食你都不懂啊？少在这儿冲大头！你这个人怎么这样？都吃饭少说话。金沙子，松手。行了，米海林，这块肉给你。嗯，我不要，我就要这块。
两个人太粗鲁了，一天就这么一点点营养，还被你们浪费了。7700卡路里，没了。干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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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全体动员，去！我看你们胃口真的不错，俯卧撑200个。报告。讲。我还没吃饱呢。看你吃饱的撑的，还等什么？快！一颗老鼠屎。坏了一锅粥，你倒是朵花，你个狗尾花！55号，什么意思？报告。讲。我需要一个合理的解释。可以，但是要追加100个俯卧撑。我接受。好，因为你们团队意识差，雷神呢故意安排这点饭菜。难道上了战场，你们因为饭菜分配不均而大打出手吗？我明白了。怎么来了一辆名爵车？这车来干什么？怎么办？去问问看。你好，同志，请问你找谁？啊，小同志，我找叶寸星。叶寸星是谁？这儿是火凤凰特训基地吗？哦，他是在这儿受训的学员，他原来在军区司令部化武连的。我是他妈妈。是他告诉你他在这儿呢吗？不是，我托朋友打听的。哦，你好，请稍等一下。好。讲。怎么了，雷神？